吧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出品人，今天是坤姐来开始，要不要跟大家打声招呼？谢谢大家雨中等我们这么久。来，谢谢大家，今天下雨还那么辛苦过来哈，风雨生信心。然后这是一部非常有诚意、非常好看的电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坤姐，欢迎志伟哥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是在现在在那举着奖叫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志伟哥，谢谢，我们就是黄金兄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凯歌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建。大家好，我是钱德勒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晓峰，谢谢。好，那因为随时怕晒，我们赶快把我们的道具、仪式道具，我们到台上来。今天准备了非常特别的道具，黄金做的骑马枪，来麻烦工作人员。请我们的两位监制及五位主演好吗？来，赶快。我们五位主演拿着枪啊，等一下会喷出金色的彩带。两位监制，不要误会，脸是喷水水。大家好，来，我们先拍照，先拍照。一样，我们先看左边，先看左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看中间，请看中间的相机。好，请看右边。OK 吗？所有准备开枪的仪式了哈，来，我们请三二一号朝前方。往前你们好，来往前一步，谢谢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黄金兄弟硬水弹。好，来，他们道具箱、报名箱，